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ennifer。哇，街道两旁都有阿伯乐。今天呢，我们搭捷运来士林，朋友请我们来吃港点，吃到饱。好漂亮的阿伯乐。从捷运出来到餐厅大约八分钟的路程，士林官邸、村民食堂、橱窗、港点、士林官邸店。其实开车来餐厅旁边也有停车场，蛮方便的哦。平日午晚餐660加10%，假日午晚餐720加10%，用餐两小时。这边取餐区是整排的长廊，赶快来看看菜色如何呢？奶黄包，哇，这边蒸笼区，啊，好吧，这样只好取菜后再回座位拍喽。首先呢是各式的蒸笼港点，哦，热腾腾的。炸春卷、叉烧包、叉烧酥、芝麻球，还有萝卜糕，还有煎饼、花椒乌骨鸡汤。海鲜鱼翅羹，有虎皮卷、花枝煎饼、萝卜糕，还有我以为是干贝的糯米芝麻球。这一盘呢，有炒面、油鸡、咖喱鱼蛋。叉烧包，现场座位排得蛮挤的，声音呢嘈杂，谈不上气氛。不过呢，看到这么多的蒸笼，好疗愈哦，马上食欲大增，能吃多少就拿多少，绝不能浪费哦。虾仁肠粉，皮很嫩，虾很大只，赞，拿了三盘。哇，有好吃的凤爪、蜜汁莲藕，还有排骨跟油鸡，花椒乌骨鸡汤。这鸡汤配花椒红枣很补哎，汤头甘甜清香不油腻。这一盘有叉烧、油鸡、烤鸭，还有炒面。现在吃叉烧饭，还好。这乌骨鸡汤喝了第二碗，那个咸鱼里面，烤鸭，烤鸭不错，烤鸭跟叉烧肉都不错。吃看看芝麻球，这个是什么？芝麻球。料有很多。有茶，有茶。铁观音呢？播放茶壶的位置在角落，不好找哦。海鲜鱼翅羹，里面的料还蛮多的。咖喱鱼蛋。哇，这个猪肝，还有醋香木耳、丝瓜。猪肝炒得有入味，不干柴，外酥内软。应蒸鱼肉片，这个骨油黄炒面炒得 QQ， 酱烧入味，好吃哦。叉烧酥也很好吃，还有凉拌海蜇皮、虎皮卷、叉烧、凤爪炖煮得很软嫩，好吃。
椒、蒜炒蛋菜，肉质呢饱满且多汁。要那个肉，试看看叉烧肉，好不错，不干柴。鲍鱼片中，这什么鲍鱼？可是都没有，它里面都是。整个美人鲍鱼，我鲍鱼切的细细的，很细很细，看不出来哦，很难捞。鲍鱼汤，这是鸭，这是鸭肉汤。水果剩一点点，这是什么？主厨推荐的什么鸡丝沙拉，凉拌沙拉。来一个总结，今天呢实在很遗憾，因为店家不给拍，很多食物无法入境。我们呢为了不浪费食物，以吃多少拍多少为原则，觉得呢店家的菜色多元有特色，应有尽有。一个人平日午晚餐660加10%， CP 值很高且广受欢迎的餐厅，菜肴料理的也不错啊，怎么会介意别人拍摄呢？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下个影片再见哦。这是我的频道，请订阅我哦，还有很多影片哦。拜拜。